欢迎收听《小说繁花》，一个讲上海人从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故事，从文革到改革开放，从龙塘到南京路、淮海路、黄河路，从斗士批修到全民发财的故事，让侬看到一个真正繁华的大上海，记录上海曾经辉煌。请大家订阅、分享，让更加多在海外的上海人听到阿拉的声音。六十年代的老公房，四楼的一室半是陶陶跟小琴的同居之所。每晚而用，朝南摆双人床。外头的小阳台虽然有眼旧，但是跟怡清路的房子比，还是改善了。小琴仍旧做服装，但是雇了人看摊头、年货、见客户、去银行，一个礼拜出门几趟，毫无规律。房办放慢烧肉。平常嘛，就买买菜、烧烧饭、看看电视，安稳自得。怡清路则搬过来只小台子，挂一面镜子，可以做账，也可以梳妆。有趟陶陶夜半醒来，身边无人，小台子开盏灯，照出小琴的身影。陶陶讲：“哎呦，吓我一跳，写啥啦？”小琴讲：“写心里想的想法呀。”陶陶讲：“正常女人不要学搿一套。”小琴笑笑，步子缩辣抽屉里向，走过来，灯光里几乎透明。陶陶捏捏眼睛，刚刚要细看，小灯一关，小琴已经钻到身边，两个人缠绵片刻，也就交颈而眠。生活简单，周末夜里，两个人到外头去兜一圈，吃吃饭，吃吃夜宵。礼拜天嘛，困困懒觉，半数是因为小琴的打工，陶陶乐此不疲。生意方面，陶陶只联系外地的客户杨十五。上趟朱正宇的宴会，林芝麻借酒撒泼，最后满船崩溃，场面极其的尴尬。回来的路高头，陶陶一再责怪小琴懦弱，林芝麻霸道。小琴讲：“我理解的呀。”陶陶讲：“我不理解呀。”小琴笑笑，也不反驳。第二天早浪向醒过来，仍旧笑眯眯，也不谈前头一天的事体。陶陶暗地里向佩服。自从搬来此地，一般性到了夜里向八九点钟，方妹就会得打电话来骂人。小琴嘛，只好识趣避开。陶陶好言好语，去方妹冷静。好合好散，方妹穷骂不休，一直到陶陶关机。小琴走过来安慰讲：“方妹姐姐确实是命苦，结发的男人跟陌生的女人跑脱了。每年夜里向想到老公跑了陌生的女人，准备发育，准备做种种的花头，做男女的生活。哎呦，搿口气真的是咽勿下去，我完全是理解的。”陶陶不想，小琴讲：“讲句皮厚的闲话，我情愿每年夜里让阿姐踢、打、骂，只要肯，我宁愿搬到阿姐的房间里向，不管做小老婆、贴身的丫头，我困地板，我做钟点工，我同意的。每年夜里向服侍个大老婆困觉，到大祭司、到待遇，样样事事事体，我侪心甘情愿。我笑眯眯。”陶陶讲。发痴了，方妹跟小琴有啥关系啊？我肯定离婚了，不想再拖了。小琴讲：“不急的呀，一眼也不急的。”陶陶讲：“我急，我讨厌不少的人。对了，搿日子吃饭，周围看闹忙的所有人，我侪不准备来往，通通傲断。尤其搿啥林子，彻底傲断。”小琴讲：“哎哟，发啥火呢？样样侪急勿得。做人要知恩图报，林子姐姐不介绍方妹，不介绍我小琴，道道就是白白呀。样样事体要想到人家的好。”道道不想，小琴讲：“吴先生是律师，道道多少年的朋友了，有难办的事体也可以帮忙，做啥要断呢？朋友非但不可以断，要好言好语，等于是带了一条浴巾，人家就暖热。”伤疮辣气，三呼是戳破几刀，人人要逃。
搿是小广东讲的。道道勿响，小琴讲，离勿离婚嘛，我也无所谓。道道讲，乖人，越是搿能介讲，我越是故意勿去。小琴讲，我如果勿开心，我最多写一段字，记到簿子里向。我一辈子笑眯眯，做一个勿发火的女人。道道讲，乖人，我欢喜。小琴勿想，犒劳子道道。四月里的天气温度适宜，从上高头看出去，南窗的阳台门外是栏杆，看得到附近的白杨树干。小琴讲，搿几棵白杨哦，长了是高，乡下头倒是比较多。道道勿想，小琴讲，如果房子是买的呢，我就封阳台，雨水多，搿栏杆已经贴修了，叫房东再油漆一趟。道道讲。明年就买房子。小琴伸过来一条白花花的大腿，搁了道道的身高头讲：“搿无所谓，道道，我这腿好看伐？”道道讲：“好看哦。”小琴讲：“啊里方好看啊？”道道讲：“离婚了就买房子结婚。”小琴讲：“我已经讲过了呀，我可以一直勿结婚啊。”道道讲。真的假的？小琴讲，阿拉表哥是院长，有两个老婆，乡下头一个女配，院里向还养了一个，两头大，两米大老婆。所以我讲，样样侪可以接受的，要么道道可以两米走动走动。道道勿想，小琴讲，一个大男人跟女配多少年生活嘞，都要自己帮一个陌生的小女人去过。根本也不习惯的。聪明的小女人是一门心思对男人好，一般性个不灵的女人坏脾气侪露出来了，又作又跳又吵。我表哥呢，讲起来两头大，最近嘛，两头跳两头吵，头昏脑胀，帮我打电话，准备到九华山剃了头发去做和尚。我讲，表哥做和尚还是花和尚，三门不太平哦。道道抱了小琴讲：“乖人。”小琴讲：“我容易满足，就算道道现在逃回去跟阿姐住两天，我也无所谓。”道道讲：“瞎吃的吧。”小琴讲：“哎哟，总归是女配嘛，加上小囡，自家屋里向的骨肉呀。”道道勿想。小琴讲：“我无所谓的。”道道勿想。小琴两只脚搁了道道身高头讲：“侬看呀，我大腿好看伐？”道道讲：“好看啊。”小琴讲：“何里方好看啦？”道道讲：“好看就是好看。”小琴讲：“我呢想长一顶帐子，下头树叶子多了，马上就有得蚊子了。”道道讲：“蚊子顶大腿叫啥？”小琴讲。我不是上海人咯，我不晓得的呀。道道讲，那面孔高头的疙瘩头，大腿高头的蚊子块，一点点红的，叫啥？小金讲，不晓得。道道讲，我听葛老师讲，老早头毛里芝麻叫冰屑，蚕头叫天虫，绿头叫绿子，赤头呢？小金讲，我不晓得。道道讲，搿粒头呢就叫红子，叫赤头，赤头中赤头高。小琴讲，要死了，为啥勿叫桂花赤头地旁兵啊？我如果大腿哦顶到搿种程度，我人也勿要做了。道道讲，搿么现在我数一数，有几粒红子，几粒赤头？小琴一扭讲，哎哟，做啥啦？我痒了呀！哦，对对对。昨日我学到只上海小调，我背出来了。正月里就贴鸡子，两月里来放窑子，三月里来接荠菜子，四月里向落花子，五月里端午过粽子，六月里就拍蚊子。道道讲，让我先拍两记。小琴捂紧大腿讲，我都有了呀。
七月米花结林子，八月里就吐谷子，九月里想造房子，十月里送红帖子，十一月里吃栗子，十二月里养个小妮子。桃桃不想，小金讲，好听吧？桃桃讲，小金想帮我结婚了。小金笑笑不想，桃桃叹了口气讲，唉，如果有了长子，小琴一到房间里看到长子里向有个男人，心里向想啥？小琴发嗲讲：“是桃桃进来看到长子里向个男人想啥呢？”桃桃讲：“我当然冲进去了，结果个长子嘛塌下来，男人叫救命。”小琴讲：“桃桃真的是急了，太急了。”桃桃讲：“我接触个男人呢也不算少。”现在就欢喜夜深人静，帐子里向两个人，一个是我，一个是啥人啊？小金讲，不晓得。桃桃讲，讲。小金讲，方梅姐姐。桃桃拍了一记。小金捂紧大腿讲，亲爱呀，葛么是潘琴姐姐。桃桃啪一记。小金讲，林子姐姐。桃桃讲，我看到这女人就出气，一副烧相。小金讲，搿猜勿出喽。桃桃讲，小金就是出气，明明晓得自家要兜圈子。小金讲，喏，落手太重了，侬看呀，打得来发红嘞。桃桃叹了一口气讲，唉，我现在呢就想装一顶帐子钻进去。几天才不出来，只有了两个人。小金不想，桃桃讲，不离婚，我哪能会得有啥太平日子？小金不想，抱紧了桃桃。阳台外头飘来白杨树的香气。小金讲，桃桃不要急，慢慢叫来。31号搿日子早浪向，一切侪正常。桃桃出门个阶段，小金相送，人到门口，小金突然之间跟桃桃一抱。桃桃讲：“乖人。”小金怒声讲：“张眼嘴来啊！”桃桃关门走到楼下头，眼门前一直是小金，像一朵花，笑容满面。搿日子桃桃是去事务所。跟吴森商量离婚的协议，小金提到朋友重要，桃桃明白了，跟方妹分手，吴森就是最最合适的中间人。好几趟寻吴森，是因为太熟，吴森也不愿意接受，最后勉勉强强也是答应了，希望桃桃配合，耐心的接听方妹的每只电话，态度没有软，要诚恳，多多表示抱歉，让方妹没啥挽回的余地。桃桃答应。一年夜里8点钟，吴森来电话讲，不要关机啊，电话要来了。8点9分，方妹来了电话，语气冲天，后来稍微有眼平复。后头又几大，方妹连续来电话，态度还是语，还是横，但是一趟比一趟冷静。后来就是哀女，也就无可奈何了。桃桃暗地里向佩服吴森的功夫。前日夜里，吴森来电话讲，方妹已经死心了，基本同意签离婚协议了。桃桃千恩万谢。果然，10分钟以后，方妹来电话了，提到了分手的细节。再过之几日，一样是夜里向8点半，吴森来了电话，小金失去避开。吴森讲，方妹已经答应了，可能马上会得来电话。桃桃千恩万谢。吴森讲，已经第N趟对了，方妹不哭了。桃桃讲，我了解方妹，不哭不闹就是想明白了。吴森讲，是的。桃桃讲，多亏老兄弟帮忙哦。吴森讲，搿是历史的规定的程序，作为老朋友，我心里向也是不情愿，不欢喜。桃桃讲，搿侪是我错，是我不对。
无声不响挂了电话，小琴不响。楼下头传来熟悉的声音：“居民同志们，关好门窗，做好防火防盗工作，防止意外发生，防止意外发生。”一个人从楼下头经过，电喇叭挂了脚踏车高头，有雨则晴，有晴则雨。淘淘看了眼写字台高头的闹钟，电话响了。淘淘讲：“喂。”淘淘听到方妹讲：“淘淘，淘淘，淘淘。”声音遥不可及，像信号不好。方妹滴到一口肺筋里向，进了迷茫的沙漠，有的回声，周围飞沙走石。淘淘讲：“是我，是我，讲呀，讲呀。”方妹讲：“淘淘，我签字了。”淘淘简直不好相信自家的耳朵。淘淘讲：“方妹，侬讲啥？”方妹讲：“我无可奈何，无可奈何，无可奈何了。”声音回荡，重复。混合了稀稀疏疏的石音，像沙尘暴刮过来，一些响，一些轻，蜡黄一片。淘淘讲：“方妹，我听到了。”淘淘走到阳台高头，有可能是激动，觉着栏杆有眼晃。淘淘退后几步，声音清晰了，方妹完全清醒过来。方妹讲：“好聚好散。”周围风平沙静。方妹讲：“我签字了。”淘淘讲：“好啊，搿是要我也签。”方妹讲：“我一个人签了是，安安静静。”淘淘不想。方妹讲：“除脱办证，从此以后我也勿会再跟淘淘碰头了。”淘淘不想，手摆辣栏杆高头，摸到了铁锈。方妹讲：“从此以后，淘淘是冷还是热，跟我也没啥关系。”淘淘讲：“是我昏了头，我有神经毛病，我对不起小囡，我对不起家庭。”方妹不想，电话挂脱了。淘淘叹口气，心里发痛，但与此同时，胸口一块石头塌了落地，一阵松垮。淘淘栏杆拍扁。一声铁锈，夜风送来白杨的声音。马上看到小琴调来一件淡蓝的困衣，坐了帐子里向一动不动。床、帐位半依半坐的状态，头巾、两只手臂布、皮肤，透了一层蓝颜色的光，浪中带暖，一段蓝颜色的夜花。淘淘得到安慰。世界才调成蓝颜色，差点安静下来。搿日夜里，两个人相拥而泣。早浪向五点钟，小琴头自己翻身起来，刚要写几个字，立足纪念。八点半，淘淘出门跟小琴告别。路高头一个钟头，到达武生事务所几百米的地方，看到前头一只狗，做出一只半蹲的动作。一个老男人拿了张报纸，递到狗的肛门位置。淘淘心里想：做人已经做到搿种地步了。对方一抬头，四目相交，淘淘一惊，搿个人是冥想的钟大师。淘淘一声勿响，朝前头走了十几步，钟大师拖了白狗追上来讲：“淘淘，淘淘，停一停。”淘淘讲：“有啥问题啊？”钟大师讲：“上月勿见了，出门路做啥？”淘淘讲：“有关系吧？你少放屁。”钟大师讲：“淘淘有的问题嘞，今朝不好出门的呀。”淘淘看看钟大师，一手拉了只狗，一手端了一泡狗糊，心里想想就不爽，转头就想走。钟大师讲：“淘淘，你听我讲呀。”淘淘讲：“讲屁讲，有屁快眼放。”钟大师讲：“淘淘有问题呀，要出大事体嘞。”淘淘不想，钟大师讲：“
根结蝗虫，不治成因，伤肝健肝，因与反复难定。到到现在，创作了《神风奇》，等于是菜不上毛，鱼不引鳞。马上要倒霉嘞，只好回去跟方妹道歉，铺一块搓板，全下来全只通宵，求老婆原谅。道道捂紧面孔讲：“哎呦，臭是臭的嘞。”道道小跑了一段马路，还是觉着有得狗的臭味道。等到看到武生，吃了杯茶，心情再好一点。接下来就签字致意。武生带来一眼随后的细节：吃辣不差，包括民政局的办证日期。武生讲：“桃桃样子还变脱嘞，身体好吧？”桃桃讲：“相当好。”于是两个人告别，走出事务所，桃桃特为兜了一大圈，到红宝石买了一颗蛋糕。回到小区门口头，又蹲了小摊头里向买了一盆日本的栀子花。进到房间，看到小静一个人立了走廊里。桃桃讲：“我签字了。”小静转过面孔，桃桃脱了鞋子，看到小静落了两滴眼泪。桃桃讲：“做啥？”小静过来接了蛋糕，花盆摆了阳台高头，转身回到门口，帮桃桃穿了拖鞋，起来抱紧了桃桃讲：“我浑身发抖，实在是太开心了。”道道讲：“乖人。”小静讲：“一对小鸟时常眠，不晓得啥人是下胎，惊得小鸟不成蛋，一只南来一只北，要是阴雨飞来飞去飞成蛋。”道道讲：“乖人。”小静讲：“我好看吧？”道道讲：“好看。”小静讲：“哪里的最好看啊？”桃桃伸手摸到小静的大腿讲：“喏，就是此地，帮我看看，桂花出头旁边。”小静讲：“做啥啦？我养的呀。”桃桃拍了一记，小静咯咯咯一串笑，就朝前头逃。桃桃蹲了后头追，小静逃了快，经过写字台、赌场，桃桃看到小静大腿雪白，长子雪白。手朝前头一伸，几乎要碰着小静的身体，但是小静一个闪身冲进阳台，突然之间听到天崩地裂的一声响，眼门前的景象速度变慢了，铁栏杆断开了，朝前头慢慢叫塌下去，栏杆四分五裂。小静两只手朝前头伸，裙子飞起来，臀部也飞起来。看得到浑圆光洁的大腿高头有粒蚊子块，粉红一点，看到淡蓝的底裤，随后是小腿的线条、脚跟，极点心的一粒黑痣，边浪向的栀子花盆也打起来，花色雪白，花瓣、花苞朝下，露出了盆底的小洞，稀里哗啦，铁栏杆、铁条、小金精致的脚趾头。一季都没开的山花，像蝴蝶拍翅膀，白杨树的映衬下头，稀有搿能飞起来，飞起来，落下去，随后是楼下头各种各样的声响，摧枯拉朽的一声响。一幢楼，突然之间人声鼎沸，桃桃眼眼角立了阳台高头，记得小静一声吃力的呼喊：“桃桃啊！”派出所马上出警，看了房间，带桃桃到地震的现场。小静从四楼掉下来，直接落到一楼居民的票屋里，穿过十面瓦，里向有张板床，人直接扑到铁床的架子高头，已经没生命的迹象。桃桃落了眼泪，跟牢子警察出来，弄堂里向人山人海。桃桃想到多年以前跟武生讲起弄堂里向男人捉奸的故事。两只眼睛发黑，心如死灰。接下来到派出所做笔录，对小静坠楼的经过、两个人的感情状况、小静是不是有抑郁、
道道早实到来，讲了两遍，记了两遍，进来一个张警官再问一遍。道道讲，已经讲过了。张警官讲，要配合调查，再讲一趟。道道不想。张警官讲，房间里向到底发生了啥事体？真的是捉迷藏，还是吵相骂？道道讲，两个人打打闹闹，一个追一个逃，结果上了阳台的栏杆高头，想不到铁已经烂脱了。张警官讲，啥叫打打闹闹？道道讲，就是嘻嘻哈哈呀，拍了几下大腿，小人怕痒。张警官讲，是拍一记还是打一记啊？是痛还是痒啊？道道讲，是打棒拍呀。张警官讲，我凭啥相信侬？是开玩笑还是家暴穷吵？是不是诚心推下去啊？道道讲，搿可以侦测的呀。张警官讲，侬轻一点，冷静一点，好伐？道道讲，确实是开玩笑，阿拉感情非常好，从来勿吵的。张警官讲，侬再讲一遍过程。道道讲，我讲了好几遍了，还记了好几遍了。张警官讲，搿是规矩，无时无地无人，无中目的，无中工具目标，无中后果，七无要素。道道讲，我已经讲到三国几无九无十无了。张警官不想。道道讲，因为太开心了。张警官讲，不要概括，一秒钟一秒钟的讲，讲一遍。道道只好讲了一遍。张警官讲，无法证明两个人是寻开心还是大吵大闹。道道讲，我历史可以证明的呀，我早上向刚刚签了离婚协议回来，我告诉伊一个离婚的个好消息，开心还来不及。张警官讲，还有可能一回来就光火呀，大吵大闹，通通在因为小三搞七搞八，把老婆一脚踢出门，只好离婚。看到小三一肚一火，道道台子一拍讲，我不讲了，讲了等于不讲。张警官讲，侬态度好一眼，要配合，要为个案子负责。搿辰光，一个警察带来一份传真。张警官看看讲，感情好伐？道道讲，非常好。张警官讲，最后一趟发生关系是？道道讲，搿也要问啊？张警官讲，是强迫的还是自愿啊？道道喉咙一响讲，我勿讲了。张警官讲，侬先考虑考虑，我再问。几个人出去关门，道道脑子里想七荤八素，眼门前是小静花一样的面孔，笑眯眯的看过来。阳台的栏杆推倒的情景，小静小腿白羊日夜反光。辰光一分一秒过去，突然之间灯光大亮，涌进来几个警察。张警官讲，回去等通知啊。道道回到小区，进了房间，到处还有人翻过，道道没办法面对，叫了一部车子到大浴场，吃了几杯酒，看了半场的大太阳，没子没觉，倒头就困。一早派出所来电话，小静乡下头的两个兄弟已经寻上门来，道道马上回去开门接待，难免要吵吵闹闹，随后再陪到饭店吃饭，开房间安排落脚休息。下半日跟武生打电话，武生一哈讲，啊，我人来苏州哎。道道侬要冷静哦，既来只只案子。道道不想，搿日夜里陪老子小静的兄弟在吃饭，搞了房间的钥匙，道道再到浴场去过夜。搿日一早回到房间里，房东跟一楼的邻居到场，栏杆坏脱，搭个房子嘛又压坍塌。还要商讨个补上的尺寸，明日嘛再来人修栏杆，敲敲打打扫地板。
两兄弟费力孝敬的义务，收拾细软，准备再到仓库去看孝敬的存货。淘淘告辞，到货仓上去联系大理。等一切侪落实，淘淘接近崩溃，进派出所看结果。张警官拿出来份文件讲，搿属于意外的死亡，因此小案，云云。接下来，一本簿子摊到淘淘前头。淘淘讲：“搿是小婷的呀。”张警官讲：“侬看过内容勿啦？”淘淘讲：“上一页簿子嘛，私人的财务，我勿大好看。”张警官面孔有眼凝重讲：“侬拿回去，认真的看一看，读一读。”淘淘拿了簿子。回去到了房间里，看到两兄弟留的便条，已经到外滩去观光散心了。淘淘看一眼房间，结案的搿单子就摆辣台子高头。关门下楼，叫了一部车子，直接开到火车站。半路高头，淘淘跟太湖的客户打电话，想到湖边来住个几天，散散心。对方一口答应。淘淘翻开簿子。里向贴了小婷老早几张熟悉的照片，前头的十几页其实侪是生意的往来，日常的所思所想。有几页详细的记了跟林子的财务往来琐事。出资林子唯利是图，继续合作，生意已经没活路了。云云，翻到去年子的某一天，夜到讲了一眼家乡的故事。实际上嘛，我是随口瞎编的呀，没想到搿台子高头的戆大侪感动了伊讲。再演一下，淘淘一直勾来勾去，像大纲的搿一套，我是记了多了，勿要紧的。翻了三页，姓陶的根本侪勿懂要温柔，但是我想结婚呀，想办法先同居伐。我嘛，也反正也没啥事体。第48页，郎静要保持好的心情，等异地结婚呀。不露声色，我要坚持。哎，我已经坚持不下去了。第54页写了转账，所有人侪猜不出来是我打了匿名的电话。方妹，阿里是啥对手？现在对淘淘对任何人，我也就笑笑，搿能最好呀。我勿表态，我保持微笑。再翻几页，淘淘搿个号头的房钿也忘记脱付了，表面高头么嘻嘻哈哈，是诚心啊，啊太小气了。大刚来过几个电话，搿一大片花花肠子，真的是喜冤家，就欢喜伊搿能介。哎，但最近嘛也勿大方便了，不要碰头了，勿好联系，再讲伐。又一下，保持笑容，要坚持，淘淘离婚应该快了，快了。淘淘看到此地，车子已经到了火车站，到处侪是人。淘淘犹豫不决，搿辰光到底是几点钟？是阿里一个隧道？如果现在独自走到太湖旁边，看到万顷的碧波，会不会得马上跳下去呢？老式唱机丝丝空转，佣人拎起唱头，帖子里写出来一根唱针，装上去，摇了发条，放一张导力针秤，小号加着音器。靡靡之音，冷飕飕。白光开口讲了句道白：“你醉了吗？”接下来唱：“窗外海连天，窗内春似海，只有我爱你，不管你爱我。”不爱。武生马上立起来接淘淘的电话，
天津的铁岗海棠背后，花窗廊旁，女佣的身影一闪，绕过太湖池，走到两侧丝带草的青砖甬道，成了各色的茶店，包括檀香橄榄、雪藕、风干的嫩的地里、白糖的山竹。吴生接了电话落座，阿宝讲：“人明明坐了长桌，电话里向为啥讲苏州呢？”吴生讲：“哎，老朋友唱穷话嘞。”阿宝讲：“啥人啊？”吴生讲：“现在也不大好讲，反正有人从四楼还是十四楼跳下来，吓得嘞我吓七得八。”徐总讲：“吓人哦。”苏安讲：“吴先生讲到苏州，是因为长沙已经名声不好了。”吴生笑笑讲：“我想想搿辰光，汪小姐走到搿种大墙门，花花草草，吃吃唱唱，悲情出虐，旧单包天，难免失称。”丁老板讲：“吴先生，我未交许久了，看来真的可以做两段诗，描写搿个社会。”吴生笑笑不响。丁老板讲：“其实呢，只有过了经历、受了凶的女人，才可以施称。”苏安讲：“那个一讲就不着调。”吴生讲：“有趟小猫同我讲，汪小姐现在基本是繁花童，一直在变花样，根本不曾人来过长沙。”徐总讲：“搿小猫先生就是跟汪小姐登记的男人，对伐？”吴生讲：“是的，我听汪小姐讲过一句赞话，做女人一辈子就是要寻一个优质的男人，难呀。”丁老板讲：“汪小姐是决心要寻一粒优秀的种子，搿么是难的呀。”苏安讲：“开黄腔了咯。”吴生讲：“据说汪小姐现在已经记不得到底参加了多少活动，寻了多少种子嘞。”苏安讲：“我不要面孔的女人。”吴生讲：“小猫认为有道理，种黄瓜、种丝瓜，还要寻两种的呀，何况是种人呢？”丁老板笑笑讲：“上述两种的商店柜台里有一粒好种子的呀。”苏安讲：“不许再讲了，吃茶好吧，大家吃吃点心。”徐总讲：“最近此地嘛，确实是门庭冷落，两位既然已经来了，无论是我才要吃个夜饭再过胃呀。”吴生看看表讲：“不要客气，我四点半还要赶回上海，明天再讲吧。”丁老板讲：“小猫先生也不容易哦，汪小姐有啥新闻啦？”吴生讲：“爆胎嘛，现在脾气嘛，一些好一些坏，情绪嘛也不大稳，经常性要打电话叫小猫过去。小猫上了门呢，先是做木头人，让个汪小姐雨三雨四，出了门去，再听小猫讲讲小道消息，昏昏熟熟的闲话，也就开心了。”徐总讲：“吴先生搿趟回去帮我再打只信封，我要对小猫先生表表心意。”苏安讲：“侬搿就算勿打自招了咯。”徐总讲：“小囡落了地，万一是我呢？”苏安打断讲：“到了万一再讲。”吴生讲：“汪小姐一直认同徐总，如果徐总跟苏安可以上门慰问，那么就算是一趟心情也就好了呀。”苏安讲：“要么做梦哦。”大家侪不想。吴生讲：“那么多亏有的小猫接盘，小猫有的素质，每趟一上门，搿石头一翻，汪小姐面红眼笑。”苏安讲：“哎哟，我倒是好奇了，搿到底讲了啥呢？可以让搿只坏女人晓得出来。”阿宝讲：“主要是开开黄腔嘛。”徐总讲：“讲讲看啊。”丁老板讲：“有的女士在场要问明。”
苏安讲：“葛末大概的内容可以讲一讲呀。”吴森讲：“葛末阿宝看看表讲，明朝再讲伐？哦，辰光也有限，我有得大事体要谈。”苏安讲：“再正经的女人，总归有得好奇心的呀。段老大爷可以回身眼讲一讲。”吴森不想。苏安讲：“主要嘛是为了了解搿只大陆的女人到底有多少大陆。”吴森讲：“小猫的故事嘛，基本上得两种。每就有的机会，我请小猫自家来，坐到天津的搿小戏台里，摆一块金囊毛，一把折扇。”让小猫自家来讲。其中讲：“小猫先生如地飞离，搿信封一定要交拨伊。”丁先生讲：“搿一对假鸳鸯搿能天天开黄腔，讲不定已经假戏真做了呢。”吴森讲：“搿勿会，搿人家肚皮里向有得小人呀，小猫也懂游戏规则的。”其中讲：“搿下趟一定要请小猫过来，讲一段上海的弄堂评话。”苏安讲：“故事的大意、中心思想是啥呢？”吴森讲：“搿地方有啥中心的思想，就无聊呀。”苏安讲：“搿骗子讲呢？”吴森眼泪眼讲：“搿骗子讲搿武则天派了太监到全国的男厕所蹲点。”发觉啥结棍的男人就拉到皇宫里向服务，转天就杀头。苏安讲：“搿啥意思啊？”吴森讲：“搿天天要拖男人进宫，天天杀，玉皇大帝觉着再下去，全国的男人要死光了，所以呢，安排了一个驴头泰山下凡。”丁老板穷笑讲：“哎哟，我已经明白了。”苏安讲：“小啥么子啦？我是第一趟听呀。”吴森讲：“搿泰山呢是驴子投胎，身有一病，大摇大摆达到男厕所里向，大大方方。有心呢要把搿太监看到，太监一看，哎哟，吓一跳，马上捉起来，飞报回宫。”武则天听了，心里一笑讲：“葛末先到皇家的花园里摆八仙桌，摆一盆瓷瓶，一盘棋，我要守台。”结果呢，两个人面对面，棋子走到中盘，女王就仰天一刀，满意之极，从此就不杀男人。葛末搿国家的老百姓侪过上了美好的生活。苏安讲：“结束啦。”吴森讲：“结束了呀。”苏安讲：“搿算啥黄色呢？”吴森支支吾吾讲：“搿是梗概，主要就是梗概呀。”苏安讲：“汪小姐有的毛病啊，搿故事也太平淡了。”吴森讲：“搿城门八进要问内容为啥要精彩呢？搿是要靠细节的呀。”苏安讲：“譬如讲啥？”其中讲：“譬如讲，也就是个女王稳坐八仙桌，其实呢，等于是干部考核，要探一探搿泰山的实力。两个人起码相隔八十厘米，四只眼睛看棋盘，心里只注意台面下头情况变化。但只见女王大叫一声，朝后一倒，手突然之间立起来，面孔一红，讲：‘停停停停停，我晓得了，不要再讲一个字，实在是太下作、太逆心了。’”丁老板笑笑，苏安讲：“早晓得汪小姐是搿种女人，搿日子过来我就应该放狼狗。”苏安一个转身走到厢房里去。四个男人吃茶吃点心，其中讲：“只针于大宴宾客，每中没有啥新的计划。”阿宝讲：“搿勿了解。”其中讲：“李丽跟美中的关系看上去啊。”不大一般嘛。阿宝讲：“搿一个做东，一个做饭店，也过于紧张了。”其中讲：“李丽的脾气呢，越来越吃不准，身边的男人调来调去，
最近跟一个美籍华人比较热络。阿宝讲，搿倒第一趟听到。其中讲，上个礼拜丽丽带了几个美国客户到此地过来呀。阿宝讲，是伐？其中讲，我热情的招待，吃茶听书。丽丽走到天津跟男朋友发色的贴面里，夜饭吃了酒，两个人勾肩搭背，听我介绍老唱片。我此地有的小护士，灯光是好极了。音乐一响，两个人抱了紧，跳了眉。其他的两位男宾呢，我特为请了舞女来陪。搿辰光苏涵讲，丽丽搿一对看样子是实戆了，特地安排了大房间，冰桶里向香槟冻好，杯子一对摆好，点大蜡烛，一切侪预备。结果丽丽生气了一个，阿宝勿想，其中讲。讲明就是普通的男朋友，苏涵也看不懂。各人回房间休息，丽丽跟苏涵聊到半夜，想得到伐？阿宝讲，想不到。其中讲，第二日，丽丽早浪向见了男朋友，还是发色的贴面里，一抱一亲，两个人拉手，成双成对的到天津花园里向走，面对面吃早饭。阿宝看表勿响，无声打断讲：“也勿大早了，丽丽伊没叫谁讲，要紧的事体，我一个字还没讲嘞。”阿宝讲：“搿确实是要讲。”丽丽讲：“是14楼跳下来的情况伐？”阿宝讲：“搿趟到长沙来是有要事相告，其实一见面嘛就应该讲了。”无声讲：“来跟两位报告。”青铜器的照片已经相当的专业，已经通过朋友交拨青铜器的权威鉴定了，准备转呈马成元马老先生过目，但是一直没下文。跟出版社已经讲定了，马老填写了书名就可以开工。等来等去嘛，我也有眼急，好几趟帮朋友联络，前日总算有了回应。无声讲到此地，大家侪勿想。就听到唱机嘶嘶的声音。无声讲，结论嘛就是搿趟搿批古董有的几双收藏的价值，但勿是真品。严格来讲，其中的十几件侪是清末的仿品，剩下来的侪是近代的仿品。丁老板讲，啥？突然间面孔一沉，两眼变金，滑到青砖地高头。其中讲，老丁，阿宝起来啦。其中磕丁老板的人中，丁老板打开，大透口气讲，我也不至于闻到。两个佣人跑过来搀起丁老板，阿宝讲，丁老板，无声讲，消息还算乐观的呀，有的收藏价值，可以啊。丁老板透了口气，缓了过来。佣人送来批页，进来一进，其中卡尔讲，可能送鉴定之前还缺眼考虑，其实呢应该有所表示。阿宝讲，按照国际标准，博物馆的专家，包括台湾的故宫博物院的专家，侪不收任何费用，也不做正式的鉴定。各位青铜器的权威呢，也是搿一路。不收钞票，最多提提意见，参考参考。无声讲，搿权威通勿过，就勿可能让马老先生过目。第一次是泡汤了，朋友建议可以付一眼费用，再到外地请专家鉴定提名。反正现在各行各业专家权威要多少有多少，出眼费用就可以办。其中勿想，丁老板也勿想。无声讲，其他的办法嘛是先停一停，再去裸照，工作再踏实一点，想了再复杂一点。阿宝咳嗽一声，无声讲，到其他的城市去搞只活动，开国际的考古讨论会也可以。其中勿想，无声讲，总归有得办法的。其中讲，那么老丁侬觉着呢？丁老板讲。我想一想再讲吧。无声讲，丁老板勿急的，
身体要紧。徐总讲，天无绝人之路，我理解老丁的心情，关键的阶段人要放松。丁老板动了一动讲，我先去休息了，保重吴先生，失陪。两个佣人搀起丁老板，大家起立目送。搿辰光场景勿转了，母亲辣屋檐高头叫，阿宝有眼窘，但是看到苏安从一只海棠后头走出来，调了玫红镶红缎的滚边旗袍，玫红绣花的缎面鞋，挂一串红珊瑚的玉胸，手腕高头是珊瑚的开外首饰，三个人侪为之惊赏。苏安笑笑，小猫黄故事讲得来，老丁摇摇晃晃，烫也烫不牢啦。其中打量讲，介早摇为啥？苏安讲，国外有个老同学到嘉定去探亲，夜里向有得饭局，我搭保中的车子去。阿宝讲，顺路啊顺路啊。胡生讲，其中跟丁老板也到去不啦？三个人到嘉定去散散心。苏安讲，不可以哦，夜里向个聚会女同学比较多，其中去了要出事体啊。其中不想。